曾经因为幸运却变成轻狂而不觉，曾经因为拥有却幸福而不知，终于明白了珍惜，却明白情感不会永在，也许机会不会再来，但我会一直等待。阮经天，我只是从来没想到我的好朋友竟然会喜欢上我另外一个好朋友的女儿。我也猜了，你也不会赞成嘛，对不对？我这以后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小梅。我有说我不赞成吗？是你太快自暴自弃，好不好？不然你觉得我可以追小梅？我为什么不可以？不是，小梅的妈妈是林大姐呢。所以呢？不会吗？哎呦，会反对也是很正常的啊。当妈妈会挑剔自己女儿的对象，很正常的啊。我就知道了。不过，说真的，我还蛮替小梅感到开心的。是哦。嗯。只要她肯愿意接受你的话，我觉得她会很幸福。但现在只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你不敢跟她表达你的心意呀。啊，不然怎么办嘛？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你很喜欢的一个人就在你面前，但你就是没有办法表白。我怎么会问你？你换韦德嘞？怎么会有这种经验？告诉你，我能确定的是，如果你有机会让一个人知道你喜欢他的话，千万不要轻易错过这个机会，因为一旦错过了，你可能会遗憾一辈子。遗憾一辈子？这么严重？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要找到你很简单啦，把整个医院上上下下找一遍就找到了。我还以为你很喜欢听这首歌，原来你已经不喜欢了。我没有不喜欢了。可是你刚才一点笑容也没有。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去听演唱会那时候，你笑得好开心。你跟俊杰到底发生什么事？
早的时候就知道要珍惜当下，不管什么人，总有一天一定会用某种方式离开你。我一直都知道，我以为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没想到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我还是被打败了。以前那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唐佳妮呢？那个开心就大笑，不开心就大吼出来的唐佳妮呢？跑哪去了？他已经不会回来了。他会。其实他一直都在。他只是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暂时先躲起来。他会回来的。会吗？会。你永远都要相信自己，你永远是那一个最勇敢的唐佳妮。只有勇敢够吗？我一直以为那个还没有出世的小孩会改变我现在的生活，我跟俊杰的关系会变得像从前那样，只想单纯牵着手过一辈子，他的家人也会因为这个小孩更接纳我。可是没了，我对未来、对一个家的渴望瞬间没了。为什么人长大之后就会变得不一样呢？其实我的愿望很单纯，我只想要一个家，一辈子的好朋友，很难吗？不是在前不久之前的事吗？吃饭。那你吃饱没？吃饱啦。等一下要去补习哦。不然呢？啊，你肚子会饿吗？吃跳针哦，刚不是说了我吃过了。哦，对哦。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想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啦。你要去厕所就厕所啊，你要去吃饭你就去吃饭，补习赶快去补习，店里面交给我照顾就好了啦。不用了啦。什么不用？你就专心念书就好，店里面交给我嘛，去念书啦。怎么这么啰里吧嗦啊？走开啦！我之前每天来店里帮忙，你有担心过我吗？干嘛一直讲我走？因为我不想要一天到晚在这边看到你呢。你是吃错药哦，特别找我麻烦啊！我不想要你妨碍我好不好？我在这里碍到你什么了？真的很莫名其妙哎，明明知道店里缺人手，
都快去找新员工，整天在那边找我麻烦。你是月经来了，这么情绪化。因为我喜欢你啦。你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就喜欢你。我已经就很习惯你在我身边了，你不在的时候，我都吃不下饭呢。丁国信，你刚刚说什么？我说我最近肠胃有点……不是这一句，是上一句。上一句你说最大声的那一句，你再说一次。你们两个平常怎么胡闹我都不管你们，现在你说你喜欢小梅，哎，我有吓到呢。我也被我自己吓到了。但是我是真的真心的喜欢小梅。对不起。干嘛对不起啊？又没做错事。你小孩子不要插嘴，我比他现在像大人好吗？而且他喜欢我有哪里不好？我也喜欢他。你说什么？其实刚刚听到阿庆他喜欢我，我心里真的很开心。之前你上班忙，总是叫伟德哥和阿庆来陪我，但是只要看阿庆来我就很开心。他总是做一些白痴的举动逗我笑，也许那时候就已经喜欢他了，虽然我当时还小。可是你那么小，他那么老。我已经二十几了。虽然他很笨，接到诈骗电话也不会起疑的人，但是他这种热情让我觉得能被他喜欢的人一定很幸福。小心一点。这不是你最喜欢的歌手吗？我好不容易才跟朋友 A 到票的。谢谢。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啊？这演唱会又不在台北，你还是拿去送别人好了。而且，我也想赶快回去上班呢、啊。就跟你说，不用担心工作的事，我们所有同事都会帮你的。出院手续办好了。哎，俊杰，你好好劝劝他吧。怎么了？他身体都还没有复原就赶着回去上班。好，我会让他好好休息。那我先回卖场了。你要记得，公司人事部说你的年假都还没有休，你这次要放一个月都没有问题，就完全好再回来吧。昨晚有睡好吗？我昨天有过来，可是你不在，我有点担心。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对了，那个妈来台北了。到底怎么会流产的？妈，都是我的错。我没有好好照顾家里，不是他的问题。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不准再耽误他了。妈，我已经说过了，都是我的错。家里他也很伤心，他身体刚刚复原，你体谅他一下好不好？我体谅他，谁体谅我？谁体谅我？我告诉你，他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了，我不会放过他的。
妈，不要再吵了好不好？你让佳妮好好休息。我们王家到底是造了什么孽？怎么娶这种媳妇？我到底造什么孽啊？妈，我先回家一下。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最近的电梯老是在维修。是啊，还好妈没上来，不然一定要念很久。嗯，还可以吧。有点累，你的脚还可以吗？还可以。要不要休息一下？没问题，才几层楼而已。妈妈走。佳妮。佳妮。佳妮。俊杰。俊杰。佳妮。佳妮。吃点猪肝，补血。你现在的饮食、生活起居，都必须比照坐月子，要不然会留下后遗症的。你再怎么生我的气，多少也吃一点吧。为了我弄坏自己的身体，不值得。你不用对我这么体贴。你对我越体贴，我越觉得讽刺。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肯原谅我？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再多我都愿意，我都心甘情愿。你为了我连命都可以不要，我还能要求你什么呢？一个为了我连命都可以不要的人，却是让我最痛不欲生的那个人，真讽刺。对不起，我最不想伤害的人就是你，但你还是做了。我没有想到，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相信的两个人竟然会一起背叛我，更没有想到我们的孩子那种痛有多痛，你懂吗？佳妮，我好像一瞬间一无所有。你还有我，还有这个家，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如果我们当初不要开始，会不会比较快乐？你别为了我失去这么多。我本来也就一无所有，没什么可失去的。你后悔了吧？这不是后不后悔的问题，是值不值得。
就是你昨天见了方伟德之后所顿悟的吗？这跟方伟德有什么关系？所以他都知道。知道什么？知道我不值得你爱，知道我是那个跟好朋友出轨然后让老婆流产的浪人。我什么都没说，但我看到你躺在他的怀里哭，而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他抱着你。就是因为这一切都是我造成，你还爱我吗？